一日，李小鹏老婆李安琪通过微博晒一双儿女玩耍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奥利姐弟俩在纸箱里开心玩耍，时而贴脸微笑，时而依偎相拥，纯真灿烂，玩得非常开心。姐弟俩美好的情谊令人羡慕。稍后，李小鹏转发此微博，并称：“羡慕孩子们一个纸箱也能玩得特开心，儿童节快乐。”此微信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这颜值真高，充分遗传的爸妈的良好基因啊！羡慕孩子们有你的陪伴，儿童节快乐，可爱的孩子们。”